哦，烤鸭，对呀、啊。好，你接着看。是没有昨天白马那么刺激哦，看，急啦！亲嘴，妈嘴边而已。换点，来到印章鱼，昨天礁上钓的大多了，昨天礁上都没这么大，哎，对，我都还没打一张嘞，黑点，一样是黑点。黑点，OK，好，我们现在在船上钓。哦，你都射下去了，哦，中了哦，目标射下去哦，这一只有力哦，没关系，我照你这个地方而已。需要网子吗？什么呢？哇，大黑点！真的会咬，早的就会咬了。哦，这时候又开始跟挣扎，是怎样？好了，清水，它第一下很大力，接下来现在就还好，现在可以拖，就可以动了。刚刚第一下不太能动。比较大，大一点，可以用哈。清水啊！那么阿大里女王啊，狂送鱼啊！我们现在在硬章上钓啊。啊、他在昨天来钓什么？大清水，哦耶，终于钓到大清水了。OK， 来重重的被我拉回来，这样子而已。哦，有，开始在赔了。
没有，没那么深。等一下，我把我的故事跟你讲。啊，期待。吞了。为什么我们两个的鱼大小差这么多？当然啦、啊，废话，对不对？是没有昨天白马那么刺刺激哦，看，急啦！停嘴，发嘴尖而已。